First blood.这么恶心，还玩连体的吗？岩雀怎么不帮我挡一下呢？有点奇怪。岩雀不帮我挡一下吗？ 太让我失望了。 点燃又好。哎呦，扛个三下塔。 给 K 了，我好烦！哎，我的人头啊！我两个点燃都被这岩雀 K 了。
这样买，还不错。鞋子的话是9分40，我点了神奇鞋，没点那个买装备还钱，因为我觉得买装备还钱这个太慢了，有点。 引燃连体，还真是。而且还是两个中长手，剑魔打犬人手上比较强。六级打四级这么难打，是有点。可能因为不是带征服者有关，他买了输出中了我几个 Q。 我是破坏，是末日。俺也这么想。9分钟，每击杀提前45秒，可以。都拉不过去。 吵架还行吧，神奇鞋就走得很快，小面具。 刷个盾的 Q3 能杀得死，这么死磕人是一个打，很难中路人还可以，爆破人来了，他们玩游戏都这样玩的吗？这么变态，我操，带传送打剑魔还带爆破的，他把我当傻子打。 今天有不灭吗？前面玩了一把了。这把出红川看情况。正常下应该多200多。 应该是1800的生命值。让我替干净你的脊梁。
没得虚弱我死了，大伙没得虚弱死透透，不吃回血，吃了他就不打我，而且吃了浪费时间，因为你吃完果子铁男的位置可能就不是在这里，我没得抓紧机会，他 Q 我那瞬间直接靠个虚弱就行，我操没得虚弱直接死透透。 我操，这么痛，700，可惜了兄弟，石破天惊，势不可挡。 这还真是，我操，都不用买二级鞋，我打的痛很正常，补装备好，把塔尔的装备。Q 一下300哦，旁边黑影是打野，不是，那是衣服，椅子后面。卢锡安要超神。 不是吧？Q闪还是很，他主要有法穿，那个百分比法穿升级就有。 下版本建模战士装未必发挥自己一下想象力，对吧？不灭建模穿甲，然后做那个叶之锋刃，它也是有生命值的呀，是不是嘛？大伙说是不是？ 夸张，还是 ADC 吗？啊，50攻击力加成爆的 EB 了。
有点肉的这出戏，我是固定穿透没百分比。嗯，来个这个吧。哇，这样子买生命值少好多。对啊，不灭穿甲，不灭穿甲还是更可以。 真惨，九头蛇没完，位置放不对，我放到三了，还行吧，550，既要又要还要，下路两个波比。 这个行吧，出，反正装备会便宜很多。下版本这样出装备是最便宜的，我操，2000。 动都动不了。 别说我弱智速来开大，我都直接开大应该就能打了。哦，你都 Q 他这里没视野，我看能不能杀掉他，但不好说，他不过来。我看一下最后一件，哦呦，这生命值还是很少。 本来带不灭的话，现在都接近3000血了，现在买一个生命值只有2444，还是可以买冰刀的吧？可以买。
还是可以做冰刀的，是吧？ 还行，有这个可以出冰刀，有一点穿透，然后我最后再买个什么，再来个15，感觉这应该够肉了吧？不行就影魔刀，我觉得来个影魔刀吧。 冰刀还可以，就是你穿透叠起来出冰刀就可以，推荐两件穿透再买冰刀，这样会好很多。拿下兄弟们，砍爽了是吧？大点不关注啊！瞎子觉得自己很。